我们这里有很多地球纸就这样子铺塑料薄膜啊什么，然后经常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人来查看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公司，白天是没有人的，所以就是一直要有人来这样子不停的来看哪一个房间会不会动，大家都是就是不声不响就是就这样的就这样做了，就是就这样子，我看到太多了。后来就是我后来我怎么会就是从我从总务变成是宣教，因为呢我三年做了总务以后呢，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个职务。那当时讨论等轮到我的时候呢，我就说我希望我不要做总务，做一个别的。等讨论到我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已经没有几个位置了，大家就说 OK， 你就做宣教吧，你就是每年有几次聚会，你就管一个这个就可以了。我想 OK， 那我就做这个。结果呢，做了宣教没有多久呢，就有几对康州的弟兄姐妹，像艾米丽啊、英宝他们就来，他们来呢，他们就把油矿的施工带过来，把油矿施工带过来。刚才赵敏他也提了，就是你们也看到，就是油矿施工，我实际上我做了很少，做了少，你们大概有一些家庭真的是非常多长期的摆上，这是而且是大量的时间精力，也可以说有不少钱放的，就是大量的摆上，而且都是就这样子默默无闻，就这样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就需要什么就做什么。你比方说 host family， 就是说星期五晚上聚会，我们都是在一个家庭里。你每个星期五晚上，你有二三十个、三四十个人到你家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。然后还有，比方说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，我看到就是什么，就是，飞机的接机。我们都知道接机非常有效，我们希望能够接尽量多的学生。那这个接机的名单呢，我们是分到几个教会的。但是非常明显，就这是一个 spreadsheet， 一个 Excel 系，然后大家各个教会你自己直接去填，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教会的填的最多，这是明摆着，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一定要保持这个非常好的传统，就是同工，就是会众，大家自己这么多会众大家的参与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。还有比方说像 host family，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 host family， 就是油矿施工的时候也是好多 family 这样子去请学生请吃饭啊什么，这就是大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摆上。还有就是在油矿时候还有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多特色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福德，每次聚会总是有很多的福德，总是有些家庭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这样子搬过来，就这样子准备好搬过来，这是每个礼拜都做的，这是每个礼拜都做的，这是一大盘一大盘的这种，就这样子搬过来。还有一个我开始也不大知道，就是什么，实际上我们有些 family 有些家庭，他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把学生请到他们家去，这样子，就是比方说感恩节、新年、New Year's Eve， 他们是把学生请到他们家去，和他们家庭一块这样过节。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有的像我的每个感恩节，我都是我小孩，因为一定要到我姐姐那里去，这就是他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过年。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家庭，就是在这样的节日，他们把在节日里面把家庭开放啊，让学生也能够有一种这种节日的感觉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刘琼我叫我特地就是阿婶，就是涂思涵，比方说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有一个人来安排接送，他就像一台非常运行的好的机器一样，就是像个电脑一样，
一过去啪啪啪他就做好，每次绝对没有耽误。他也有工作，他有很大的压力，他有身份问题，各种各样，他有非常非常多的，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这样子非常有效的就把它做好。这个还有就刚才提到杨兆杰，杨兆杰是这么多弟兄姐妹这样子去安慰他们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家庭，因为经历了这个，对他们来说这个打击太大，需要真的就是需要大家的爱去安慰他。我们这个就牵扯到的教会就更多了，就是说我们新泽西的教会、纽约城的教会更多呀。但是我看起来好像还是我们教会去的人真的是这个，我们可能是离得算远的，但我们都是这样子去，就要等着你停车都是30块钱、25块钱就这样停个车。就是这样，但是大家都从来没有人来找我报销，从来没有人找我报销。Okay， 这个我就想，因为我所在的位就是做笔试的这个位置，当时是我，所以我看到了这么多，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，就是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个有这样一个很非常可贵的一个本质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一个。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很好的会众，他们都是在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子。我想他们这些会众，他们帮他们这样长时间这样子大量的摆上桌，他们要的不是个人的荣誉，不是个人的好处，也不是个人的炫耀，他们要的就是要把上帝的爱带给其他人。特别是像尤康，就是要把上帝的爱带给学生，这个是非常明显的。大家就是要荣耀，是要荣耀神，做神的仆人，绝对没有这种个人的思念在里面。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一点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，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过程。